一出戏的导演练剑辉，那这次很开心可以入围金穗奖。那主要这次要拍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试着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然后，从中呢，就是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看待事情的方式。那这一次也融合了一些剧场的，还有一些关于歌仔戏元素的东西在里面。那我觉得说，我们一刚开始就是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同志电影的方法这样子。然后觉得这一次尝试有得到一些东西，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刚知道入围金穗奖的时候，就其实很惊讶，然后有一种就是看鬼片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有点毛骨悚然的滋味。然后因为通常都是抱着就是尝试去偷偷看的那种心态，然后没想到就入围，然后觉得很幸运，也觉得很谢谢评审给这次的机会这样子。